好，我要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已经准备了一个礼拜多一遍，不想让他讲，所以我要5分钟讲完，讲完这个就是我刚刚下午的时候在那个在那个什么部啊，在卫福部讲多一遍，就是今天怎么干嘛？啊，是有点跟你们工作这种网站，这是 MoDW， 然后它是整个投影片的资料赞助。觉得基础资讯网站分析三步骤，有取得资料、呈现资料、分析资料。那分析什么东西呢？分析可以分析内容、分析社交、分析行动、分析广告、分析转换。然后觉得最基本的界面是这个样子，左边是维度，上面指标。维度就是像是以国家为维度的话，以城市为维度的话，就是高雄市、台北市，然后台中市就是城市的维度。那如果以页面为维度的话，就是哪？就是网站上很多分页。那指标的话有很多很多。哦 ，plus， 没关系啊，因为有分钟关系，要很快，把关系。然后，先把 plus 关掉，我每次都忘记关它。好，继续。以指标来说的话呢，因为常用指标四个，第一个是 session， 第二个是使用者，第三个是浏览量，第四个是跳出率。然后 session 这种东西是一个人来到网站上面看网站的时候，如果他间隔30分钟，那就会分成两个 session。那一个浏览量，你会看到很多页面，那看页面就会有一个浏览量。那一个使用者来到网站上，有好几个 session， 可能会有好几个 session。那跳出率就是人来了，然后就立刻走了，看都没有看，动都没有，然后就跳出了。好，这是四个最常用的 GA 指标。然后接下来我分享七组评估网站用的 GA 的最基本的资料。第一组是呢目标对象有总览，那这是如果你有 GA 的照片点进来之后，第一个会看到就是点进网站之后第一个会看到页面。还有几个东西，第一个是。几个比较重要的数据，第一个是使用者数，过去一个月的使用者数，我们这数据是 MoDW 过去的数据，就是 MoDW 在过去一个月内的真实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 MoDW 的表现如何。所以过去一个月内使用者数，然后浏览量总共有40万个网页，40万网页为什么会有40万网页？却只有17万个人呢？因为每一个下载的人都会转两页，对，就是点了 Firefox 那一页，然后点下载，然后下载之后他会挑一个就是到下载完的那个分页，所以就有40万页。然后，但是工作阶段就会是两页，因为就是下载 Firefox 是一页，然后下载完之后那一页是一页。然后平均量时间1分钟，跳出率40%、43%、44%呢，那还蛮正常的。那因为还可以看这个东西，就是中文里面还有课程里面分的这些人是讲什么语言的，跟从哪个城市来的。第二个即时资讯。GA 的点进 GA 之后，左手边那边有一个即时性的点进，然后网站的即时状态。那这个东西是前天晚上，应该是大前天晚上半夜的时候的即时状态，有40个人在线上。对，那基本上我们还算是一个很活跃的网站。那即时资讯可以看到，就是网站有没有状况，有没有问题。那可以看到有40个人，然后这过去一小时内的状态，然后左边有就是即时的这些人的来源，从哪里来的，跟他们是搜什么关键字来的。然后右边有就是现在线上的每一个网页的起始人数，然后接下来是所有的人是从哪里的。好，然后第三个资料是活跃使用者，这是新的 GA 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每个月的活跃使用者大概有到20万人左右，16万人。那我们现在目前目前有的14天的活跃使用者是8万人，7天是4万人，就是大概就是网站的目前的状态。那线条是往下走的，那我们网站上面的。会来我们网站的人的年龄分布大概是这样子，18到23，是最多的，有的快到40%。对，那其他18、24、35、44大概都是快的，大概都超过20%。那平常的时候流量都会有这种起伏，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周期，一个礼拜的这样的起伏，性别组成是这样子。好，然后呢，手机的状态，手机多机跟 tablet 的状态，网站是非常反常的，多机占多数的网站。台湾的其他网站来讲，应该都已经就是手机周期都已经扭转了。然后呢，再把多机跟手机这个页面细分的话，会有这样子的排列，就是 desktop 用 Windows 的人最多87%， mobile Android 的人第二4%。所以说，其实 mobile Android 的这个组合的上站之后，再看到资料，我们应该要去修改它，应该要去就是特别调整一下。然后接下来。浏览器版本，来到 MoDW 的人最多的是 Chrome 的人 ，Chrome 在15%， Firefox 38%， 15%， IE 11%有3%，这是一个非常优良的网站。然后最后第四个是 IE 8%，
合理哦。好，两台 A6 还有6。对，还有六，我们还有两个，对，2.4%的 IE 六使用者，你要考虑到那些是用 IE 六来下的来把持的人，就 IE 六还比 IE 所以首页一定要做到 IE 六，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谓的 IE 六绝对关掉。好，然后就是网站的来源，我更新社群还是就是超级多，剩下的都很少。那我更新社群的跳出率是趴，剩下的都超高，那反正也很少。然后我们一直都有一些。哦，每一个信象点去看，会看到关键字。首先，社群关键字是这样，就是我们来到网站的关键字。那第二个是我们网站上面 direct link 的页数的排名，对，大部分还是直接都会到首页来。那直接到 MyBox 去比还不少。然后第三个 referral 的排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某家朋友 referral 到其他别的，就是很奇怪的状态。第二个是奇怪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然后看起来冰棒是游戏公司嘛，史莱姆的第一个家居然还在上面。然后游戏公司，第四个是周九，来到孟加拉的周九排名是这样子 ，HD2S 上面。好，然后最后一个黑社区，就是一直有善心人在帮我买关键字，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出的钱，不知道是谁。对，那一个月还有就是20几个，有点低调。第三个网站的行为，就是现在孟加拉的网站的大概几十的排名，就是大概过去一个月的排名都会像这样子。就是 Firefox 下载页还是最多的 ，Firefox 在最多，然后首页在这边，下载其他的东西在这边 ，Thunderbird 在这边，然后 Mobile 在这边，然后为什么会有 Firefox New 的连接？为什么这么高？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是 Firefox 版。好，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行为，就是大部分的人到这边来最多的还是在首页跟浏览，在那个讨论区。然后 Firefox 的页面，然后 Firefox 的页面跟首页通常都会跑去下两页，然后接下来就流失掉了。嗯，现在我们上的行为，然后网站速度，我们的网站速度还不错，2.88。然后每页的速度的改善建议有，就是 Firefox 这一页的改善建议还蛮多，这一页其实蛮慢的，平均要6秒，这是超过就是所有网站，超过我们整个网站所有页面平均，蛮多的，所以这页应该要来修一下。那讨论区很厉害，这 PPT 真的还蛮厉害的，还是100分。这么久都没有维护，还是100分。好，然后 Google Page Speed 说我们的 Firefox 页的分数是72分，电脑版是72分，然后要使用浏览器快捷功能，包括这个东西是要调什么东西？不要调8.7嘛？调8.7。然后第二个要把前面的那个 script 拔掉。哦，然后就等人来把，我们已经开了一个 bug 在一号的上面等大家来修。好，然后第四个站内搜索，站内搜索的话，我们一个月有1000个 session 有站内搜索，那关键字就是一样是热豆冰棒，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在前面。热豆冰棒，是哦，其实有点少。然后第五个，第7.5个项目是就是网页活动分析，大家看到就到了我们首页的人点最多的人，还是会直接点这个跟直接点 Windows 下载，这两个是点击最高的比例。然后点这个 Firefox icon 的8.3，就是连上 Firefox 页面的8.3，然后直接下载的，直接下载 Windows 的，对，67%。然后右边这个 banner 这么大一个 banner 也有1%的人点它，那一个月有六万 PV 9,6000个点击，就差不多9,000点。OK， 然后使用 GA 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我们的这种行为，所以说。上次有讨论到，就是要不要把网站上的 GA 换成自己 host 的软体，或者是换成就是 open source 的软体嘛？那基本上就是 GA 还是目前最方便的工具，没办法。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网站放在欧洲的话，就根据 cookie load 就要放一个这个 banner 做资讯接入，说我们有用 GA， 那我们用 cookie， 那你要不要接受 cookie？ 就是基本上我们的那个 link。GA 以外，三有我现在有4种选择 ，direct 也有 cloud 的，然后可以自己送，也可以自己 host 的。然后其他的都是自己 host 的，然后这三个 open source 这边 control 比较常见的。然后 ，Urent 是 SEO， 这是一个还不错用的 SEO 建议的 SEO 改善建议的服务。对，那我还没有把墨家这边去试试看。然后 Google 快讯，就是其实我们有订那个墨家的 Google 快讯，那就是他有看到什么消息。好，讲完了，陈总还要再剪掉一半的时间。刚才说到的 Clip 就是我们页面最上面有 Clip，
应该是 Facebook 引导的，就是在内容的最上面。那目前的 Facebook 也就是把所有的 JS 都放到最下面去，对吧？所以说，这样。